我们基本上在朝野协商，要基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怎么？基本的格局，尊重他的发言嘛。你等一下可以发言。太不公平了，我怎么会不公平呢？你刚讲三次了，你又在插话了。不是插话，我是严重抗议。我们党团要派谁，要经过你同意啊？你们三个都讲过，没有意见啊？对啊，对啊，你没有意见就闭嘴就好了。我怎么闭嘴？我们三个都要讲啊。来，你讲了四轮了，第一轮第一次傅崑萁，第一轮第二次黄国昌，第一轮第三次你柯建铭，再来第二轮第一次我洪孟凯，第二轮第二次黄国昌，第二轮第三次吴思瑶，所以现在进入第三轮第一次。呀，庄瑞雄先讲，你可以理解吗？谢谢庄瑞雄委员的发言。接下来国民党团有没有宝贵意见？换我啊，马上就你了。你们就讲好，你们谁要发言代表党？每一个都可以发言，就浪费了，少了给我搞这一套。放给您听。那等一下，一开始进来，国民党团庄瑞雄在讲话，就是因为他为什么刚才讲话说？我先算给你听，因为你们民进党团是第不要讲的话，三位顺位发言，你也先告过他，突然把他剥夺掉，没有剥夺，他的意见就是这样啊。柯总召，突然不能讲啊！30秒钟，您先把麦克风关起来，好不好？等我三十秒钟，跟你麦克风都没有关，你在问我麦克风。因为现在我已经唱名洪孟凯书记，你就按麦克风讲，我们都是协商的直播的，没有关系啊。现在请我是讲道理啊，你可以叫我按麦克风。麦克，我们要洪孟凯书记长二次。不是，我有意见。庄瑞雄都还差的是讲，头一轮伊都还没讲诶，第二轮我讲了，哇，你要讲第二轮，恁三五个拢讲第二轮嘛无意见，那我们讲嘛，这是照顺序。你现在是讲到关键的时候，要赶快叫洪孟凯出来。来争辩嘛，这个一起回答没有关系，拢有机会。恁三，恁我用公调，我用三个公调，你别讲，别讲实际代志，对吧？恁袂使讲恁两个讲，我再来三两个讲，是你别讲的问题嘛，吴正不讲的问题嘛。但第三轮我也哦，会使啊，无要紧，等人再讲，无要紧啊。代表党团可以，没有关系。怎么可能我们党团来讲？你们一开始不是两个人讲吗？啊，你们一开始不是两个人讲吗？派谁嘛？对啊，所以你三个都可以讲啊。你他不讲是他的事情，现在你开始两个讲，那现在是国民党团发言呢、啊，每一个党团都可以发言，党团要派谁是我们的事情。等一下，我跟你讲，你民进党游戏规则大家要公平，所以才不会出错案子。我有这种党团，都我对够门家没谁。我们谁讲话还要经过你同意哦？我没有你同意，啊、你们要讲就你我们党团要派谁要经过你同意哦？你们三个都讲过没有意见啊？对啊，对啊，你没有意见就闭嘴就好了。我怎么闭嘴？我们三个都要讲啊。我没有说你三个不能讲啊，那等到你们民进党团发言的时候，你们就可以讲啊。对，我们国民党团现在为什么派洪孟凯讲话不行吗？啊，还没讲为什么把他叫过？啊，你为什么说他不能讲？因为你们民进党团没关系，第二轮发言还没有到啊。第二轮你们都可以讲。第二轮不，我们现在是第三轮第一次，现在已经第三轮了。来，你讲了四轮了。第一轮第一次傅崑萁，第一轮第二次黄国昌，第一轮第三次你柯建铭，再来第二轮第一次我洪孟凯，第二轮第二次黄国昌，第二轮第三次吴思瑶。所以现在进入第三轮第一次。呀，庄瑞雄先讲，你可以理解吗？思瑶委员。好、没啦。一轮就是三个党团轮流说。那我们现在主席已经才是进入到第三轮的第一次国民党团。没啦，厉害公调。就不会出大乱子。没啦，厉害公调嘛。我那照再不可能嘛，一定我已经讲了洪孟凯发言了嘛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呢？那我等一下就马上回到你民进党团，就庄瑞雄发言了。第三轮第三次会请民进党团，到时候民进党团看是推派黄国昌给设下的陷阱在玩嘛？可以嘛？你这到底是听黄国昌听出问题的，还是你中正的公民党团发言是公平的嘛？大家是那党团发言为什么第一轮连庄瑞雄？庄瑞雄把他剥夺掉，他连没有剥夺一点共都还没共嘞。你也讲第一轮，你也讲讲讲导演了。你知道这样子真的會？你自己他没有举手啊。我，但是他党团到了，党团他让给洪孟凯了。他不讲的是他的事情啊。现在洪孟凯请发言，接下来请民进党党团不同意见，好吗？黄国昌，民众党党团准备。好了，我想主席非常感谢哈，因为真的您是非常公正的，我们都看得出来，第一轮是三个党团轮流，国民党团先，第二民众党团，第三民进党团，第二轮也是让国民党团在民进党、民众党团在民进党团。那民进党团第一轮的第一次是柯建铭总召发言，第二轮的第一次是吴思瑶委员发言，所以等一下民进党团有第三轮发言的时候，吴思瑶发言完毕，换庄瑞雄，可以不要再插话了吗？谢谢庄瑞雄委员的发言。接下来国民党团有没有宝贵意见？换我啊，马上就你了。不，这过来就是你的。他讲完我以党团为主，党团你这样这样不会乱，一定不会乱。我要讲一下，
到目前为止讲一次而已哦。洪鸿章讲三次哦，你讲两次，你要讲第三次，你讲什么话嘛？什么叫党团？党团是，我们都是第一轮的。你们就讲好，你们谁要发言代表党团？每一个都可以发言，你们每一个都可以发言，就浪费了。少了跟我搞这一套，没有关系，我等我这样看你怎么讲。好，你赶快讲，只要讲，来，你我第二轮都还没讲，你们讲。你现在讲第三轮，他讲第四，他讲三轮了。那个院长，院长，你不用护航他们了、啊，他们所有辩论的都不构成理由了，而且下去下讲，乱讲一通。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推进到好什么日期来排定哈，那我想其他的这些啊、哦，这些不需要再讨论的事情，我们就把它按下。我们基本上在朝野协商。等一下，怎么？基本的格局风现在就要结论了。基本的等一下吧。尊重他的发言嘛，你等一下可以发言。太不公平了，我打个人跨五位啦。我怎么会不公平呢？你刚讲三次嘞。你又在插话了。我会讲一次而已啊。你又在插话了。三次了。好。不是插话，我是严重抗议。